頻頻揾好友下廚嘅鄭元暢，面對住堪稱演藝圈廚藝 No.1 嘅主持人海芬，似乎變得特別認真同積極，而且每個步驟都親力親為，睇嚟好有信心可以煮出一道好餸咁噃。以前我要吃蚵仔煎的時候，就一定要什麼去夜市買啊，去什麼？但如果可以在家自己做的話，我就。因为我很懒嘛，懒得出门，所以就自己做。然后结果发现更麻烦，说还不如在外面在外面吃。成一手哦，还不错啊，还不错，会切菜还不错啊。人是会成长的，总不能从就是第一集到现在人都不会进步吧？我看过你成长。他到旁边去了。哦，那赶快让他回来，你那个铲子赶快让他回来，不然你的那个就去外面了。回去，回去，回去，回去。你可以慢，动作稍微轻巧一点点。一匙吧。先一匙，先一匙。你一匙等它固定以后，你就再来一匙，是塑形用的，加中间，加中间。很好。你都把里面的锅巴都捞起来了。哎。哇，你快点帮它烧焦，烧焦快出来了。我觉得你已经毁了你的蚵仔煎。没有没有，它现在刚炒的了啦，你现在变成炒蚵仔煎哎。你这边炒蚵仔蛋，没有没有。正所谓失败乃成功之母，未有灰心的小钟一于再整多一次，兼且展示出大师功架添啊！全部下来，很好。有点像热炒店。对，你现在还蛮厉害的啊！你翻锅，你的下肢也要跟着动。你看。不要动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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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让它凝住。你可不可以让我自由发挥？你刚刚的这个就已经自由发挥变成鬼样了。好恐怖哦！噔噔噔噔噔噔噔，哎，不错不错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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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第一次翻就成功。耶！前面一点，对对对，然后滑过去，slide过去。好，完成，完成。结果小钟不负众望，成功整咗自己最中意食嘅蚵仔煎，就连海芬都赞佢煮得好味啊！